剩下五分钟啊。那我们就选两首歌。哇，随便你。好，哎，大家要拜拜 baby 还是要？好了，拜拜 baby。就是我们这次有带那个电便当来啊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领取在旁边那个摊位，然后还有可以可怜一下阿佩，大家去那边买 T 恤。干，为什么可怜我？因为我他妈我被裁员了啊！超爽的，我的工作做到10月9号。哦，谁在乎啊？下班后去广州街。
山寺前抽根烟。万花的夜，人声鼎沸，下班后去花市街，一个人吃肉粉。之前抽根烟，在这看见一点些，看见生活中的困难，你的单车去菜市场，我的将希望装进菜篮，在这看见一点些，看见生活中的困难，你的单车去菜市场，我的将希望装进菜篮，我有你活在这抽根烟。